这个世界不但属于我，也属于我的动物朋友们。我们藏族说，一滴水中都有十万寿命。再次谢谢大家。将我们的荣誉证书递给丁真。我是快手用户丁真，我在联合国大楼向大家发出倡议，每个人都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，捍卫自然。It's time for nature.